Carina 和李宰旭日前被拍到深夜约会后，两人便透过公司认爱。然而身为高人气女团队长的 Carina 谈恋爱，自然让许多粉丝都无法接受。近日甚至有粉丝派出卡车到 SM 楼下，实为逼分手。而在几天的沉默后，15日凌晨， Carina 也在社群上发出手写信道歉。只见她写道：大家好，我是 Carina， 首先很抱歉让大家受到惊吓了，面对吓了一跳的麦们，怀着非常小心谨慎的心情，所以来迟了。我也知道一直以来为我应援的粉丝们会有多么的失望，还有想起我们一起经历的故事时会感到多么的伤心，因为我很清楚这些心情，所以感到更加抱歉，希望能将这份心意传达给大家。而写了这封信，最后他也不忘叮嘱粉丝们要按时吃饭，让许多粉丝看了心疼不已，纷纷表示： Carina 你在做什么，你没有必要道歉啊，大家放过他。